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，发生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事实已经够明白了，他就是盗猎真禽杀害执法人员的凶手。你们是考虑死一下。谢谢。我已经上路了。冷静啊，深呼吸，加油！1500，你这不是卖高价油吗？你干嘛？想干嘛？消费都加100啊！原节目1200，加油300，300块钱一箱油还贵啥呢？你牛逼！这个在哪呢？你没死啊？哎，兄弟你。啊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这开玩笑吗？朋友们，就是为朋友办事情。有人涉嫌绑架人质，蓄意谋杀盗猎走私国家真禽。哎呀，杀人了！快跑呀！你的命真大。我不喜欢动物，特别是马。驾驾